真的是为了这个哎，乖乖，开心吗？大家好，我们是三个麻瓜，我是小冰，我是小寿星。那今天呢是发哎六岁的生日啦，耶！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在出门之前，我们要赶快进行我们的送礼物仪式。我的礼物呢，已经在台湾已经先送给方案，因为我的礼物是这个。我有一个礼物就送给方案了，是这个啊。还有一个礼物在这里，是什么呢？玩具。怎么买得到啊？你透过关系哦。这个绝版了嘞，还六千八哦。我那时候半年前看到才2000，好贵哦！爸妈的了啦，哎，我怎么吃不起？贴给妈妈的是 Fendi 耶，臭臭的，噔，哦，你现在就可以戴了。你是早就预谋好说要戴这个啊，所以他才没戴项链啊，好看呢。那去乐天世界了，可是七合一在那个。拜拜拜拜，我们现在要。搭车去乐天世界。Lambo 叫我们要这样子走。啊 ，Google 会怎么样嘞 ？Google 会，呜呼，飞起来了！超强，我们有超能力。哇！哦 ，Syria 站一号出口，去乐天世界喽。这边就是地铁站，然后过个桥，好像就到嘞。这里是47000韩元的门票。哦，那我们福山 Pass 过了，已经超过了。第一次看到自助的游乐园的售票机，哎。釜山 Pass 要在售票处才能换实体票券。门票好可爱！我要那个，我要王子。我也要王子。耶！好一致的那个风格。进来乐园第一站当然是要玩，去厕所喽。那个是那个婴儿推车，哎。啊！太可爱了吧！把这个，赶快去玩呐！云霄飞车，这是大家说一定要玩的。可爱的小猪，居然是通缉犯！哎呦，它看起来超坏的，好不好？很可爱的车子。小绵羊，是兔子鱼，是小猴子啊！你好像啊，要买吗？这是整天都会抱在你手上的。买吧，你是小寿星的。对啊，想花什么就花吧。棒！哦，它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你一整天都有它了。好，一起去玩了。它一开始有吓到哎，对，因为一般的云霄飞车都是慢慢上去嘛，对不对？它是暴冲上去，然后就开始噗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我们刚刚经历了史上最慢的碰碰车，我没有玩过那么慢的，这个时速大概2公里，我走路就另外一种效果了。是什么啊？哦，旋转木马。妈妈，为什么我不会动？我身体动吗？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小飞机机也会动。对呀，好像是最矮的不会动哎。不用排队，好爽。这只有小孩可以玩哦。我现在也才6岁啊，就这边根本就全部是给小朋友玩的。90到140，可是我才140啊。祝方案生日快乐！我来不会啊。好，我们要去挑战 Giant Swing 哦，它是这样子。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像海盗船，因为但是它超级高。确定不玩，确定不玩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来，东西都给我，谢谢。拜拜。啊啦，恐怖恐怖啊！我的天哪！我操！Oh my god！
刺激很多。对啊，这个地心力其实它超级高，超级高的，超可怕的。我刚看都觉得，没有我想象中可怕，是好玩的。玩的点餐是用这个点，这是炸酱面哦。OK， 沙米达。结果呢？我们点到饭的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很好吃吧？对啊，我觉得来福山就是想吃炒马面，然后好不容易有，很好吃哎，它的汤头很厉害，蛮厉害，汤很好吃，可是我片面就100分了，哇，海鲜又很多哦，嗯，然后它每个东西都很入味哦，够，都不用开口，对啊，好开心哦。这边竟然不能放神仙物了，哇，好大，几个月了。我们现在刚玩奥格雷的激流勇气，这个包包请帮忙顾的人顾一下，不然这个你带上去超麻烦。你看，我刚是这样。高，但很好玩。冰淇淋，我觉得他给到我们两人份哎，超级多。很多人说来这边就是要吃他们的churros。嗯，哦，他们家冰淇淋好赞哦，我很喜欢它的口感，它好脆哦，它的感觉很像现榨的。嗯，我们这边等一下赶快结束，赶快去斜坡滑车了，没错，一直在下雨。方爱的生日，雨下好大 ，Oh my god！ 我们来挑安全帽喽。我要黄色。啊，好紧，中啊，可以，刚刚好。先搭这个上去，然后我们要开车。你好了。来，先来练习怎么开。走，慢一点，大家。乐天世界就在旁边。照片跟影片，照片影片价格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刚玩完两次的这个爱路局，然后呢，它出来后你要怎么看你的照片？用 helmet 去感应你的安全帽，哎，拍了一段影片，两个照片，18000，对，这真的很好玩，真的。我们赶快去还，我们赶快去跑，对，我们要跑下一个行程了，要下雨了。他们计程车起跳是4800韩元，刚刚那个 Naver 好像预估是12000韩元的计程车费，那一个人也才50几块而已。用胶囊搭乘处，这个就是
这个就是海鲜列车，釜山 Pass 不用钱的，是搭这个。哎呀 ，BB， 我们的车车来喽，满是25号。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海云台的蓝线公园海滨列车，那我们是从青沙浦搭到卫浦站，这个就是要额外自己在付钱搭的车，四个人5万，可是有点可惜，是我们现在对啊，因为他这个搭这个就是要蓝天白云的时候有看海，比较宫崎骏的感觉啊，哇，这个风景好美哦，哇，太美了，看这个窗户怎么那么清楚啊，还好蓝，天空好蓝啊，什么都看不到哎。花轿后看到一点了，看到一点，有车车出来了。看到别人的照片就觉得今天怎么那么衰？你看多漂亮啊！跟它对比 ，Oh my god！ 我们 Oh my god！ 一衰还有一衰衰，居然还没结束。我们到底要多衰衰啊？累了，还可以多衰。连这个也可以 delay， 如果天气很好 delay 我很开心。哦，对耶，发现来了之后啊，已经收到几十个公共安全警示了，大量降雨令人担忧，请勿接近危险区域。你是两斤看几？他每天生日都很睡。可是我已经连三年的生日都很睡了。这个人在睡觉，这个人在抓宝。费劲切啊！不要费劲啊！费尽千辛万苦，我们现在终于到了。好，我们赶快进去。终于找到了，走吧。呀，怎么了？有点不想进去了。啊，这么一般哦。现在就是到了一间看起来不怎么样的餐厅，它跟网络上的照片差太多了。对。而且我们走过来走了20分，走错路，然后风超大，雨超大。好不容易找到，可以看海景，然后可以吃海鲜。可是我觉得现在没有海鲜，好像也不用哎。我们再去别站吧。每个肉都有自己的酱，像现在下去的这个是要蘸酱。哇！哇！它沙拉的酱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这好像可以直接沙拉。这是什么肉啊？怎么样？口水在嘴巴里面狂分泌那种啊！我来试试看，第一口。很香，脂肪的香味，然后又嫩嫩的，哇！这好像是我们目前为止最便宜的冷面了。好，看起来这个冰块好大。吃烤肉吃到一半觉得很腻的时候就可以吃。嗯，真的。怎么样？瞪大眼睛了，超级配柠檬的，然后加的皮超酥。Costco 的一份，店员直接帮他包好了。烤肉，怎么样啊？现在是晚上10:34，那我们终于回来饭店了。今天也只有20000多。然后呢，刚刚去买了小寿星的蛋糕。我觉得最酷的是这个刀子上面的是这个火柴。我刚才想说啊，没有打火机怎么办？它这边有一个摩擦的。哇，这好高级哦！这一个蛋糕多少钱啊？哇塞，700多。不行，坏掉了，这个头都不见了。我们。Oh my god, you are so good. 好啊。你别把我蜡烛吹掉。白痴了！拜托不要再那么衰了，拜托！我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小马姐还有大家全部都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。哇！这怎么拔上？我们现在呢要去机场了，然后这位怕等一下见到人夫，所以在擦空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金凯国际机场了，然后一下车就发现阿姨的后背包居然忘记带。好险，阿姨有带两个手机跟护照都在车背包，所以好险。好险，不然我们的飞机有可能又要赶不上哎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可是我送阿姨的后背包，然后里面只有一堆水，好险好险。真是，走吧，我们赶快去。
们退好了没啊？还没。我不敢乱拍他。快点去啊！我先走。由于当下觉得用相机拍摄不太好，所以没有记录下跟人夫拍照的过程。让我们直接来看合照吧。你拍到照了，真的是为了这个哎，乖乖，开心吗？开心，好，那我们要去赶飞机咯，好开心，到时候照片放这。好，走走，退税退税。好，看来我们这次为什么会那么衰，有人解答了。我觉得这个几率非常小，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看到饥饿团队的其他成员，没有，只有他跟他家人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在退税的时候，就有三个人从外面经过，然后呢，有个女生就说：“哦，我去一下厕所。”然后另外一个男生说：“哦，好。”然后那个哇，那个声音完全就是王仁甫说：“哦，好。”他说：“哦，好。”就是突然看到王仁甫就直接走去退税柜台前面。我那时候在大便，因为我肚子很痛，因为还没大完，我就赶快擦屁股，还跑出来。他后来被广播叫过去了，等他忙完之后再去问他。那么，姐姐就说：“可以拍照吗？”然后他就直接说：“好。”他直接说：“他没有，他连听都，他连知不知道你们是粉丝都不知道。”然后后来小兵就赶快过来说：“他们真的是你的超级大粉丝，你跟还把你送的桌布，而且我就拿给他看。”他很惊讶，他仔细来看，他好仔细的在看。哦，然后就跟他拍照，然后就眼眶红了。然后我就看我说你眼眶红了，然后害我又突然，然后就哭了，好感人，害我现在又想哭了。好啦，总之我们终于在最后知道为什么那么衰了。我看过王仁甫二三十次，我没有合过照。我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唱《遇到仁甫之歌》，对，值得啦，登机哦，登机哦。刚刚王仁甫在这边买东西，后来他跟我对到眼，我还不敢看他，他还跟我点个头，点个头，然后我就跟他点个头，他就突然走过来找我们，然后就说，我突然想到你们是不是也是拍 YouTube， 你们是那个，然后我就牵着我们三个嘛，我说对，他说很高兴又很开心又遇到，然后我就说什么要加油这样子，他们还要找你讲话。他还说，难怪我刚刚就拍照的时候就觉得很眼熟。哎呀，这趟旅程值得，好好玩。原来釜山这么好玩，我现在才知道釜山这么好玩呢。我们对釜山的记忆只剩下悲伤，多了这一趴之后，哇，好值得哦。你们对哪几个行程觉得喜欢最有印象的？其实景点都很好玩，我觉得应该就是 Running Man， 很多种关卡，你可以玩到各种不同的小游戏。我很喜欢 Sky Lodge 啊，什么南浦？釜山真的好像很容易下雨，因为靠海吧，至少一定要安排几个是室内景点。难怪他们那么多室内景点。对，我觉得逛街还是熟了，然后景点真的釜山厉害，整体上来说还是不错啦。很好，我觉得这一趟很好，重点是尾太好遇到仁甫啦。仁甫嘞，对，可以看到他的后脑，手机转都刺。你怎么装的？我看你拍照。哎，没有了。我们原本坐66，是我先自助报到的时候把我们换到43排。感谢我吗？现在你才看到他的后脑。谢谢，我要把这个过程打下来。我不想忘记这个过程。你刚签的，一开始还没水。日三个麻花，今天呢是发爱的生日。报告最新状况 ，Klook
给我们第一天水族馆没去到的，对，可以录个 B， 但他不是退我们钱，他退我跟我们 B。哎，嗨，小孩子很喜欢你们，我要照顾。太巧了，不会，这是姐妹。啊，我是姐妹，有点像。哎，160是蓝色，我们买到一个大人180的，大人是大人呐。Winter。这个不累，差不多一直打喷嚏，一直过敏，好可怜。对，你对我的生日过敏。哎呀，好吧，也好像也会笑。这里面是 HNM， 这里面是 GU， 这里面是 UNIQLO。他拍正大刚的那边。